色恶魔席卷高雄。台日六孝金十日下午于高雄时代大道演出，现场涌进 8.5 万人，表演大获好评。高雄市政府晚间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丰广场举办橘色恶魔高校海丰季，邀请橘高校吹奏乐部及高雄五间参与演出的学校，共有将近500位学生一同参与晚宴同乐。在晚宴同时，突然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及爱河湾亮起梦幻橘色灯光，原来是市长陈其迈贴心准备橘色应援点灯，现场学生惊呼连连，纷纷拿起手机抢拍珍贵画面。整个推出去可以吗？不好意思，不管。海丰季特制的托特包，二つ目のプレゼントは今回の海風祭りのために特製のトートバッグ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